What's up, everyone? This is Future Mate 的小屁孩。欢迎收看 Part 2。今天早上呢，本来是要跟台湾的一个跑步团体叫做街头路跑一起去跑步，因为有些事情呢，我们就变成没有去跑步了。不过我们现在要跟我要跟他们去吃早餐 ，Let's go。买 iCash， 它会有很多卡通的，那你怎么办？或者是特别的？那悠悠卡公司就是卖自己。跑步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你可以认识到很多来自世界不一样地方的人，这就是跑步的乐趣。跑步不只是在跑步而已。让我来隆重的介绍我们的朋友 Kevin， 来自台中的 Run Free Crew。这一位呢是胡老师，来自北京的 Road Kissers。这一位呢是闷闷，我来自北京的黑 Dash。这一位呢就是妈妈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街头路跑，耶、yeah! ！Representing for We Be Thirsty。这样小屁孩每一次来台湾呢，一定是很喜欢来东区。这里聚集了所有球鞋店啊、潮流店，像 Invisible Juice 跟这个 Fantasy 都在这里。这些店呢，都是我一定会去的。距离这个见面会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在这里逛一逛。Yo， 吴才先生。有好了。见面会呢已经结束了，现场已经人去楼空，只剩下我跟吴才先生。幸好刚才有吴才先生帮我撑场，然后他帮我拍了很多影片。他自己呢也是有在做这个 YouTube channel， 也是讲鞋子、讲潮流的一些事情。他的这个影片呢是两天三天就有发一次，比较频密，所以你们我的一个星期一次，然后在等我的同时呢，可以去看他的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观众说？大家太突然这个问题了。这是我们台湾日剧时代的时期的建筑物，对，然后日本的事，然后这个就这样。耶，今天睡的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是住这种背包客的，我们讲话也不要太大声。我刚跑步回来，今天也办了这个见面会，真的是很感谢大家到来，也很感谢大家买给小屁孩的这个礼物跟伴手礼，感谢这个街头路跑的招待，真的是刚才真是超级开心的。然后他们也给了我一些像马来西亚比较看不到 Nike 的赠品，像 Nike Running Club 毛巾、 Amos 的香氛剂、 Kiss My Air 贴纸，还有就是这两个 pin， 听说这两个徽章呢是很难拿到，所以我会好好珍惜这个 pin。 今天呢就 Good night。 今天的行程呢就是跟朋友吃饭，然后见面，因为太多朋友要见面，所以今天行程其实满满的，而且
我睡迟了。信阳河出来以后，往左手边走，你看到一个消防队在左边，那个巷子里面进去就到那个舒适生活。OK， 这是有史以来最帅的导游。All right。Thank you, bro. Hope you enjoy Taiwan. Bye. Thanks, bro. Bye.